大家好哈，我在经营这个品牌哈，那这个品牌是桃园青农联谊会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可是呢，他们说他们想数位化来行销，就请我帮忙。那呢，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里面有二十几位的青农哈，那有200多样的产品，那这个东西实在多到爆哈，那两边我都要记得，所以我们虽然有平台，但是我们在找我是专门给团妈哈，让他们来买的。那团妈是用批发来做，那品项要很多，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在客服上就很痛苦，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做那个防疫蔬菜箱，生意好到爆。好，那时候我每一天都是一直在回复讯息，大概都到12点才能睡觉。好，那我们呢？在这样的数位转型里面，我自己虽然会做平台，可是行销工具我是缺乏的，所以我需要品牌曝光，我需要找团购组，我需要客户服务，那我就找到以利。那因为我跟他都是水保局哈，我们在水保局的一个展上认识的。那我也在找工具的时候，还好有那个农科院的云氏级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就很无痛的使用它了。那我很忙，所以他们都帮我导入，很快哈。那像我使用者的哈就很方便，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品牌，用这个机器人来帮助我做客服。那它这上面就是很清楚的，我所要的这三个哈面向，我合作的农场有哪些？我销售的购物车在哪里？然后他们要如何的订购？那我在这上面都很快，这个机器人都可以帮我让我的客人很快找到他们要的资讯。那就是像刚才他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些问答我都整理好，然后就放进去，那这边就有对话的方块来回答。那这个我使用之后，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功能哦，就是这个 LINE FB 它帮我整合了，我之前收单要找6-7个地方，很恐怖。好，我自己的购物车有2个，然后呢，然后我要在这4个 FB Message IG 还有 LINE 里面去找这些订单，有人要订的，我就要把那个订单资料捞出来，很恐怖，我都用手工。好，那我需要整合哈，这种对话是为什么喜欢对话？不止客户会健忘，还有客户想要知道你是真的吗？因为他们在 FB 那时候防疫期的时候是宕机的，那个物流是宕机，我们是自己开车送的，那他们都觉得我就算付了钱你也不会来，很多很多都是弃单，农夫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大量的订单，全部都弃单，然后他们都拿不到，或者是一个礼拜以后拿到那个蔬菜箱就是烂掉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他们很喜欢对话，因为还有我们要训练新的团购组，我们也需要用对话来训练他，让他知道整个销售模式，所以这个聊天机器人给我了很大帮助，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也有行销的活动，那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一些特定的日期再次让他帮助这些他们再次回购的行销活动，那它很方便嘛，就是 LINE A， 我行销图丢出去，他们就可以找到我的资讯。那现在他们也有这个技术，刚刚他没有提到，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用。那就他有一个无限那个没有通话次数限制的，可以让你的对话自由。因为 LINE A 我们在回复的时候是有限制的，大概500则不用钱，但是超过就要钱。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无痛。
那我们在后面的后台这个数据分析让我很精准的找到一些行销策略、女生比较多、什么青菜会比较好卖，然后什么时间我在 FB 曝光会比较好，还是 IG 还是在、我在 LINE 什么时候去曝光我的行销时候最有效果。那我后来也有参加红利桃子，那这个都是、桃园市政府来帮助我们行销啊。那我讲完了，对，我就是使用的心得。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小农啦，我们会做平台，但是这个机器人我很好奇，这个 AI 我也很好奇，那它真的可以帮忙，真的可以帮忙。那你看那个问题这么多，那个我们回答量是很可怕的，像这个是真正 我在回答的情况。你看有人就你需要几箱啊，对不对？然后你好啊这些，然后有的人就消失了。这里面是两个平台的对话都在里面，那就对我来讲很方便。 我最喜欢这一个，而且他只要在 APP 我点这个红鱼进去，我就有这个画面了。我也不用那个很麻烦怎么去找。我之前要点这六个平台去找对话，他都把我集中了。这样子可以多讲嘛。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后来在桃园市政府我又想要用那个出单机，那这个出单机就没有对话功能。我后来我在想，我今天来分享，我就去查，对，它很好出单，它是给早餐店用的，然后它是 AI 智慧云，那它就是串得很好，该串的都串好了，然后只要你下单，我这边出单机就喷出来了，我就马上知道谁要订东西。但是他的那个对话框是就是购物车直接就订货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个，这是智慧化，这个就不是 AI 了。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像这个中间这里，他只有这里而已，就是说你要不要订东西这样子。好，那这边的情况，那为什么要想用空用？我就是用看这样子，就试着用，因为它可以团购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让我可以很快用手机就可以外送或自取，然后我就可以送货。那这个是早餐店的系统变成卖菜系统，那这个是尤其农友的时候很好用，就是我们办农友来，他们就直接现场订，然后我就可以在当场就出货了，然后我也知道那天我有卖多少东西。那这个对我们小农也很好用，因为现在食农教育很夯，我们 各地小农都在做这样的食农教育。那这个品牌智慧化，这个他们是做得很满啊，那其实小农不太会用，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学。我觉得智慧化自动化对行销很重要，小农应该要学。那 我也一直在帮助小农去做这一块，我做给他们看，然后我也叫他们去用看这样子。然后一个是我自己最近也新的一个农业采购的一个平台叫公益存证平台，这个是最近才要送 SBI 啊，就偷偷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就是爱心商家，我们要做那个农业采购，让我们的志工点数可以去买农产品送给关怀据点的公餐。好，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哈。对，这个开源平台就是用数位来帮助让大家过得更好。谢谢。谢谢翠婷，我这边说明一下，就是翠婷他们最早开始是做团妈团购，然后我自己是感觉到，其实农业一个很无奈，就是你看到现在可能好一点啦，以前这种数位工具 Chatbot 它都是给服务业，然后是 general 的服务业，对于农业它会比较，因为农业这个市场太小了，它不太会因为农业的需求去特地去改它的规格。那这个农游是最近
很夯的，就是说你知道都市人嘛，啊、小孩子 在家里很无聊，爸爸妈妈要带他去放电哦，啊，就是去个农场。那通常像农场，它不太，它的组织架构不会说哦，我外场一个人，内场一个人，然后那个又有一个会计，没有，它农场就是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一个农场主人。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客人来他的农场要先 booking 嘛，那以前没有 Klook 齁，以前就是打电话，那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去 Klook 上去把他的油程放上去，那因为他就会多了很多平台，他要管 Klook， 然后他要管他的电商平台，他要管他的 Facebook， 会很麻烦。那像翠婷他，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聪明啦，他们就是可能很多个农场一起，然后由翠婷这边统一协助导入这样子的工具。那刚刚翠婷也说，他原本其实就是一个早餐店的模组，那他要把它去调整成农油的版本。那这个好处是他当天忙完一整天，他就不用再去写计算说哦，我今天什么餐点卖了多少钱，收了多少钱，然后他整个在游程的过程中，客人透过扫 QR 码点餐什么的，就会完成付款。所以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不是，这到底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对于农业的农场经营者来说，多角化经营，对啦，没错。可是你会需要很多很多的额外的管理的成本。那像这种数位的工具，对于农场的管理来说，是就是在行销上面是真的帮助，就帮助很大。那刚刚翠婷也有说。我们一直去跟农民推这种管理的系统。刚刚上午的世人有说嘛，很多的内部管理其实都是内部成本，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你很难去说服他去使用管理系统。但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就是刚刚有说物流塞港的时候，客人是很，尤其是我一直讲，我一直靠北台北，台北客人真的是很机车。我下单，你什么时候要送给我？然后他可能传了讯息问他，发现五秒钟没有，十秒钟没有，他就觉得很焦虑，他就开始要打电话。所以如果说有这种线上物流追踪，确实是加速农民使用这种数位工具，然后他的意愿会比较强，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喜欢就是使用这些数位工具。那现场有没有人想要问？因为他真的是难得的，就是我讲农场经理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农业在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人去带动农民使用这些工具。农民真的很忙，他要种菜，他要管理，他没空。但是就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子的，我们讲种子头，然后就是他翠婷姐，他先学好，学完怎么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大企业 LINE 啊，他们会有什么传教士嘛，就是 教大家怎么使用。那其实翠婷姐也是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想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各种你对于聊天机器人或是 SaaS 服务，我们Eason回来了，或是你是同学，你想要说，哎、欸，我加入这个公司一定要是资工系的吗？好像不一定嘛，你就不是嘛，我也不是，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什么有兴趣或是疑问的？好，请说，请说。翠婷，这个问题你可以回，就是对啊，就是假设今天有人透过 LINE 或是透过快一点点，那他下次再买的时候，还是透过数位的平台，还是他会直接打电话跟你订？他们还是喜欢打电话，亲切嘛，他们就是喜欢亲切服务，所以他们还是喜欢跟我们直接联络。好，那因为团妈是批发的，所以有中间有很多沟通，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跟我们直接联络。对，那 LINE。好，我们很希望他们真的去那个购物车就下单，那我们最方便。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单还没有多到爆，所以我们就拒绝接他的单，拒绝用 LINE 跟他联系。我们现在都还是用 LINE， 我们 LINE 群组更丰富，我还没有开。我们 LINE 那个群组只要一发当周的最新鲜的，下面就是 po 要多少多少，那个也都是用手工。所以我才会要用。他们跟我说一定要有那个出单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不用手工提单了，
我们那个礼拜我们就直接在那个我们自己就像 POS 机一样点点点，好、嗯哦，那他们还是会用对话式的，好、哦，那我们就用这个，那这个对话机器人最好用就是新的团妈，对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新开发客源最好用的时候，对。对，我这边也是分享我的经验啦，就是通常 OA 啊，就是它就是一个门面，那为什么农民会用 OA， 就是他没有钱做网站，他没有钱自己做部落格，然后也没有那么也不会，可能大家现在连文章可能都不会写齁，然后叫你写个500字的这个品牌介绍他们都很痛苦齁啊。那个 OA 跟 Face OA 是一个非常简单，他们容易上手的。然后还有就是摆摊的时候，有时候客人一波来的时候，他不可能每个客人都介绍，那就放个 QR code 啊，大家来有兴趣的，像我们这种有社交恐惧的吼，就啊，你不要跟我讲话，我自己扫就好。所以陌生开发大概是 OA 蛮方便的。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我用 OA 接，我用客人用 OA 去认识的这个品牌业者，他消费完第一次觉得体验不错，接下来他会第一种可能。他就不再透过 OA 啦，他可能就直接实体购买，或者是他可能就是网络商城购买。所以这个东西比率是多少，我认为很取决于你卖的东西是什么。像农产品啦，尤其是妈妈，他还是比较 prefer 我亲自，觉得就像说有互动感嘛。哦，但如果像我们是女生买衣服啊，或者是男生买手表什么的，也不一定。他也许可能就是还是回到就是网站上购物车，就是走非线上非专人型的服务。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再老一点的你们观察一下，如果以后有幸不幸你发现你们终端的客户都是那种50岁的阿叔叔阿姨，通常他们会干嘛？一定是本人现金。他们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线上刷卡给刷卡公司抽那 5% 的，就说 5% 也还好吧。他说不，他们就是很在意那个 5%。 然后如果是小型商店，他们就会有一种心态，他不喜欢金流有记录，他就会觉得我会被国税局课税。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他在 OA 上面看起来好像，或是网站上看起来有购物车，可是最后如果这个他的客群都是比较年长型的长辈们，最后他的消费模式可能还是会回到线下或是实体。这个 Eason 那边有要补充吗？好，你累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因为现在43分。好，那没有问题，我们这个空间让大家开放交流啦。那现场这边就是有这个翠婷啦，然后这个还有Eason齁，那我们欢迎大家，还有我阿彩齁。那我在前几年也是有辅导农民去导入这个聊天机器人。那我觉得消费模式的这个观察，我很感谢刚刚提问的那个伙伴齁，确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取决于你的 TA 是谁，你要卖的东西最后是卖给谁，那个大概都不一样。然后那个不会因为说现在哦有机器人导入了，然后就一大狗票的人就去用机器人，不会，但只是多了一个工具，但是消费的习惯基本上还是蛮固定的，是那样。对，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然后感谢，然后谢谢大家帮自己鼓励一下，哦，帮我们圆满的完成今天的一程轨。好，拜拜。有一个 QR code。